Chinese party, Chinese party.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arty, Chinese party.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you're listening to an Upper Intermediate podcast on Chinese Pod.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tennis. John, 你没有说你是 John.我帮你说对我们今天要、Thank you. 我们今天要谈网球我很爱网球 That's good 因为你不爱所以不是特别爱但是可以讨论一下所以至少我知道怎么跟大家所以我都不说我的名字是吧对好那其实说到网球呢我们现在有两个很有名的打网球的运动员对不对一个费德勒一个纳达尔Okay, so Federer and Nadal. 那今天的对话呢，就是好像在对比两个人。好的，那我们赶快听对话吧。今天的这场大满贯决赛绝对精彩。那是，费德勒和纳达尔一起打，谁赢谁输很难说。他们俩最近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不过我可是老费的球迷我就是来支持他的你看他的动作多优雅看他打球绝对是一种享受哎好球那我更喜欢像纳豆这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的运动员一直在跑动从不放弃老费是不错不过他已经31岁了而纳豆年轻力壮在身体素质和体力方面都占有优势这一点对于五盘战来说很关键运动员打到后面都打不动了就看谁的体力好我觉得战术也很重要老费的打法更全面他的发球他的正手和截击技术无人能比如果他的攻击性再强一些纳豆很难赢他纳豆的上旋球也无人能比虽然老费擅长单手反手击球但是单反最怕这种跳得很高的球很难处理现在是在硬地球场上打你的纳豆也占不了什么便宜如果是红土球场的话老费可能会有点麻烦好球你看啊纳豆的这种防守反击打法真是太棒了真是天才啊哎你少喝点水干嘛等下到了破发点你是上厕所好呢还是看球好呢也对不喝了不喝了好那么喜欢看网球或者对网球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就知道一年很多比赛里面有四个最重要的叫做大满贯的比赛对不对对决赛是 final 对吧决赛是 final 那我们对话里面这个是大满贯的决赛所以特别特别精彩那这个是什么 final 大满贯就是澳大利亚公开赛法国公开赛温布尔顿公开赛加上美国公开赛okay, so all these opens, it's the Grand Slam final 对 matchup. 那我和 John 研究了半天为什么中文会叫大满贯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满可能就是说 complete 这四个都一样 big and full 然后冠呢我不知道冠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没关系就是 Grand Slam 对大满贯好那费德勒和纳达尔啊，他们其实都属于状态一直不错的选手对不对状态状态 is like condition or form 在这个体育比赛里面呢我们经常说一个运动员他的状态好不好就是现在打得怎么样是吗对就说他是不是在 top form 对吗 OK 那状态好状态不好都可以说的可以的还有什么状态一般还有一个什么进入状态是吗对对对可以就是比如比赛开始了他很快进入状态就是 一开始就打得很好So he got into his good form or whatever. 对，好，那在对话里面我们发现费德勒和纳达尔呢，他们在中国都有两个昵称，有 nickname。是什么？费德勒叫老费，像一个中国人是吧？比较老了吧？老费，就其实还是很年轻，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可能年纪比较大。好，还有一个呢？这个好可爱哦叫纳豆纳豆不是一种吃的吗是日本的那个纳豆对吧黏黏的我很爱吃的对就是因为纳达尔的名字纳
里面有纳豆的纳，那就是中国很多喜欢给明星昵称都是和吃的有关的，听起来比较可爱，好像太可爱了吧，奇怪，纳豆啊，他没有那么可爱吧 ？Anyway， 这个就是纳达尔在中国的昵称。好好好，好，那对话里面呢说。费德勒是不错，但是他已经31岁了，而纳豆年轻力壮，所以现在还是这个状态很好的。对，你刚刚说的这个 R 是什么作用呢？这里的 R 其实就是但是，对吗？ Like making a contrast。 对，好的，你说纳豆怎么了？年轻力壮，年轻力壮，这个是个固定的说法吗？嗯，对的。Like young and full of power, full of vigor. 对，就是说因为年轻嘛，所以你身体的状态就比较好，然后你就比较 powerful, 比较 energetic. 嗯，好。年轻力壮，所以他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占有优势。So possesses an advantage. 这里占有其实就是有的意思，他有很多的优势。Just have advantages. 对，对。好，那这一点呢对于五盘的比赛来说很关键，对于五盘战来说很关键。五盘战就是 five set matches? 对，网球里面女生就是打三盘战，对不对？啊，明白了。男生是五盘战啊。好，那当然你的年龄然后状态很重要，另外战术也很重要。战术。战术 like war tactics 啊，这个战虽然这个词刚开始是说打仗，但是现在体育比赛里面也常用啊， so just tactics， 对对，战术，战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费德勒，他的打法是很全面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很优雅，很 elegant， 很全面，就是很 well rounded， 对对对 ，all around strong， 嗯，比如他的发球很好，然后他的正手和截击技术也是非常棒的。好，等一下，两种技术是吗？对，一种呢是他的正手。正手 so that's forehand 就是正反的正，所以我们也说反手。 Hey guys, it's Michael here at Chinese Pod,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faithful subscribers. If you're not registered ye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and get 20% off. We got promo code get 20 at checkout to get 20% off your first year. 反手是 backhand. 对。好。然后截击技术。截击是 intercept, or in this case, volley, right? 对， volley, 就是我们说的上网截击 volley. 好的。好，那再来看一下他的攻击性啊，对话里面说如果他的攻击性再强一点，那纳豆就很难赢他。攻击是 attack, 对吧？对。那攻击性是 aggression? 就是说如果他 play 一个 aggressive game,就更加主动。OK, 这个意思。那 aggressive 就是这个。攻击性。攻击性是名词，对吧？ aggression? 攻击性是名词。如果你们说的 aggressive, 可能就是说攻击性比较强。好的。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纳达尔，看看纳豆，他的上旋球很厉害。好，上旋球是 top spin? 对，旋就是旋转。spin 就是 spin, 对吧？然后上就是 top。好。上旋球很厉害。那么对话里面好像这个人对费德勒比较了解，讲了很多费德勒，纳达尔只有一句话，上旋球比较厉害。然后说老费是擅长单手。反手击球，等一下，擅长就是 be good at, 对吧？对，就是什么东西做的比较好。然后单手反手击球，那我们先来看单手。单手就是一只手。对。So single-handed backhand。对，刚刚我们说到正手，对吧？这里是反手，然后单手反手要干嘛呢？要去击球。击球，击球就是 hit the ball? 对的。So the whole thing together means one-handed backhanded shot? 对，你在念翻译是吧？你不懂这是什么？没有，我在翻译。OK, 翻译的很好。好，那这个单手反手击球是不是有一个短一点的说法？有的，我们可以把它短到两个字，单反。
哦，单反哦，后面就有对吧？对的。好，那不要记那么一长串，你记单反也可以啊。那么打网球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场地，一种 surface 是硬地球场。硬地，哎、嗯、，hard ground 是哪种？就是像比如Australian Open、US Open 这种都是硬地。So just hard court.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红土球场。So red earth 就是 clay court. 对，就是 French Open 法网，对不对？嗯，好的。嗯，好，那 Wimbledon 那个就是草地球场。嗯，好的。好，那其实在硬地上面打球的话呢，费德勒打比较好，所以纳豆占不了什么便宜，占不了什么便宜，占便宜对吧？嗯， like take advantage。 对，那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是说没有什么优势。哦，刚才说了什么占有优势，对， like have an advantage。 对的，这里是 take an advantage。 嗯，好的。好，但是如果是红土球场的话呢，就是费德勒就打得没有纳达尔那么好、啊、嗯，明白了。 OK， 那最后他们也讲到了 纳达尔很喜欢用的一种打法，是防守反击的打法。防守就是 defend, defense。 对，但是反击是防守的反义词。反击 it's like counter strike, counter。对，打法就是打球的方法 play style 吧，应该是。 So you're taking offensive shots from a defensive position. 对，就是你、可能一直防守都很好，然后你就等一个机会你可以去反击、嗯、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打一个很 aggressive 的，很主动，很攻击性很强的 game、啊、明白了、啊、知道了吧。嗯，John， 我觉得你很不 man， 你都不爱运动吗？这些你都不知道，都是我。网球是很 man 的 sport 吗？嗯、很 man 啊，费德勒很 man。OK， 好，那最后一个我们看跟网球很有关的词，叫做破发点。破发点是什么？破发点就是网球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他的 game， 他 serve 吗？发球局。嗯。嗯，那如果发球局你的 opponent 对手要还有一分就要赢了，就是他有一个 break point 啊。嗯， So we're talking about break chance here. 对，破发点。 OK、嗯、好，那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今天的这场大满贯决赛绝对精彩。那是，费德勒和纳达尔一起打，谁赢谁输很难说。他们俩最近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不过我可是老费的球迷，我就是来支持他的。你看他的动作多优雅，看他打球绝对是一种享受。哎，好球。那我更喜欢像纳豆这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的运动员，一直在跑动，从不放弃。老费是不错，不过他已经31岁了，而纳豆年轻力壮，在身体素质和体力方面都占有优势，这一点对于五盘战来说很关键。运动员打到后面都打不动了，就看谁的体力好。我觉得战术也很重要，老费的打法更全面，他的发球、他的正手和截击技术无人能比。如果他的攻击性再强一些，纳豆很难赢他。纳豆的上旋球也无人能比，虽然老费擅长单手反手击球，但是单反最怕这种跳得很高的球，很难处理。现在是在硬地球场上打，你的纳豆也占不了什么便宜。如果是红土球场的话，老费可能会有点麻烦。好球，你看啊，纳豆的这种防守反击打法真是太棒了，真是天才啊。哎，你少喝点水。干嘛？等下到了破发点，你是上厕所好呢，还是看球好呢？也对，不喝了不喝了。哎 ，Jenny， 你说你比较喜欢老费是吗？对，因为我觉得他比较优雅。是吗？嗯，这个是你写的吗？这不是我写的，哎，写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来 consult 问我。不过我觉得写得很好。那你同意这些说法吗？我同意，我同意。然后这样，我要告诉你，我和网球的这个。缘分啊，是从我还很小，可能11、12岁那个时候是看
桑普拉斯 Pete Sampras、就是在电视里面看，然后我觉得他打球的风格 style 和费德勒是很像的。是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 Agassi， 那个时候他是长发的。对，就是他像纳达尔，就是什么怎么说，比较 sexy， 然后就是比较像那个坏孩子，对不对、坏男人的感觉。对对对，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好男人的，所以我很喜欢 Sampras 和费德勒、等一下 Sampras 怎么说？桑普拉斯。然后 Agassi 呢？阿加西。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次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021.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021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021.